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Minecraft 的一个教育版的世界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旁边一大堆生物，对，一大堆生物，那没关系。因为我们这次玩的是，我们经过几秒就会生成一些生物。之前先帮我按下订阅跟分享。那么，我埃及小鱼干，对。因为这是教育版世界，所以不一样。然后我也会放如何制作出我这种方式的。好，那我们先给大家看，我们走路的话就是其实可爱的小鸡，跑步的话就是牛，那蹲下的话就是，来，小丁你先示范一下。好，大家看清楚哦，大家看清楚哦。也蹲下了，出现了，哎，没出来，是不是忘记调音台？反正我的出来了，看，哎，我的出来了，我的已经出来了，你看它多么的可爱！啊，别，不要，完了。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身上。叮叮叮叮，完了，先撤。保湿度原少。逃离中。不要按蹲。好，我们先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就是消除。啊？你在打什么？是你被打还是被打啊？我被打。为什么他们跟过来啦？下来了，这里的风水保底很差，没关系。你有几个木口？我现在挖到八个。八个，我才七个，我先合成一下。那里风水保底很糟糕，我去挖。九个。我去拿点食物。你帮我挖点石头。你说我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。我给你帮我挖点石头。算了，我们再调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调一下，不要这么频繁的出来。来，给他们看一下这城市。来，小丁，你跟我一起打开你的城市。没问题。走路，把它改成10000毫秒。哎，走路10000，然后冲刺20000。好，那行动方式怎么去呢？全。就一样，冲刺的话是20000，然后潜行的话30000，游泳的话70000，就是好。那等一下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城市怎么冲，非常的简单，往 K I L L， 然后空白键，然后再按一个 A， 然后再按一个旁边有。哎，不是，这样会杀到我们。我要按一个全部实体，啊！要杀到我自己啦！干嘛？来教大家怎么做出命运转盘，看谁会先死！哎，小丁，你要不要过来一下？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没测试，就是进到水里。等一下，那边有飞机地狱门，我要去飞机地狱门。为了生命危险，我为了地狱门花费我的生命危险。你去还是我去啊？我去，我跟你分享物资就好。不要，我已经到。那我们后面等一下会溺死。那你会溺死
怎么说出来？哎，都不给我。啊，好累啊！什么好累？我有一个效率一的金符，耐力二的黄金条。有好，找不到。我想要再拿到。你说你再说一次，你拿到什么？什么？因为有一只逆尸在追我。因为我们调成了二十秒还是几秒，忘了，反正我们调很久。我们在这个小岛，等一下，逆尸上岸，我要他的三叉戟，请借我您的三叉戟，谢谢配合。Oh my god！ 可恶，没给我。我不给我三叉戟，我要在这躲，我要在这个岛自由开发。给我一点石头，我需要一点石头，就在这等你过来。我要做海滩屋了，你可不可以先调成和平啊？我快死了。好啦，就完成你的这个使命。我们家可不可以停下来，让我好好盖完我们门就盖在这边好了。全部实体移除。请不要。算了，我要打开大局。来吧，一起开启 C 这个层次。打开 C 就知道了。打开 C， 然后把走路按成绵羊，再把它打开来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无限只羊了。小丁你过来快点，这边有一大堆羊，这里有非常多的羊，我带给你一些羊肉。你这是做了什么杰作？请问这是在干嘛？过来，一定要过来看看。好，重生点用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延续下一集。那我们一定要延续下一集。这集你赶快把房子盖完吧，我给你一点木头。给你一点木头。嗯，盖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怎么看到东西飞过去了？啊！看我丢鸡蛋的威力！哎，六颗只生出一只就正常了。六颗只生出一只，还好吧，挺正常的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差不多快结束，跟大家告别是吧？那我们就告别我盖房。好，那我赶快回去你那个地方。被结束这次的游戏。好，那么我们这期的游戏第一集应该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就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吧，拜拜，拜拜。